学习成长，指导老师周恒斌周老师。
今天是我们107年基隆市母亲节表大会，我们在座与会所有的贵宾，我们蔡思英立委以及我们议长江秘书，我们吴处长，我们庄启田庄议员，陈东才陈议员，以及我们秦真秦议员，沈明健议员，连恩典议员，张耿辉议员，我们林新志总监，还有我们杨玉兰会长，以及各位师姐，我们七个区公所的七位区长，以及在座与会所有市府的同仁，各位师兄师姐，以及今天要接受表扬的，包括我们七区的模范母亲，以及七区的自强母亲，还有原住民模范母亲、新住民模范母亲，以及今天莅临现场来观礼的各位宝眷，大家午安，大家恭喜，大家好。市长好。我想在这边首先要恭喜今天接受表扬的各位模范母亲、自强母亲，以及我们原住民模范母亲以及新住民模范母亲。那在经过的一个礼拜，我们在各区公所举办各区的区模范母亲的表扬大会，在今天我们在基隆市文化中心的演艺厅盛大而隆重的来表扬我们今天接受这个颁奖的各位模范母亲们。我想我们知道这个七区的模范母亲呢是由这个区里来推荐，那这个今天到这个地方由我们市政府来进行颁奖，我想这是无比的一个荣耀，在这边再一次对我们各区代表来接受表扬的各区的模范母亲再一次恭喜各位。那另外呢，我们各位自强母亲呢，是由我们家福中心来推荐。那我想各位的努力还有这个付出跟辛苦，我想更值得大家对各位来表达最高的一个敬意。那也想让各位自强母亲知道，你们并不孤单，市政府还有社会很多的这些善心的人士，我想我们都会作为各位的一个坚强的一个后盾，所以今天特别借由母亲节的一个表扬大会，要来彰显各位的伟大，还有各位的一个坚毅的一个情操。那还有我们今天有包括我们原住民的母亲以及新住民的母亲，我想我们基隆市政府在最近这一两年，我们把过去模范母亲表扬的一个方式稍微做了一些调整，那除了在地点的选择上，我们选择了基隆市最好的文化中心演艺厅来这个进行颁奖的一个仪式，另外我们也把这个新住民还有自强妈妈的部分我们也把它融合在一起，就是希望这个母亲的一个伟大我们不要有所差别，那各位母亲都是最值得赞赏表扬，而且最值得大家敬佩的，所以在这边今天伟大的一个日子，再次感谢各位的一个付出跟奉献。那在母亲节的前夕，也再次祝福天下最伟大的各位母亲们，祝大家母亲节快乐，也希望大家天天平安，然后天天青春美丽。再次祝福今天的大会顺利圆满成功，也非常感谢我们承办的木兰狮子会各位师姐的一个用心，感谢大家，祝福各位，谢谢。感谢我们今天的颁奖基隆大会，林佑昌市长的致辞，谢谢市长。市长、市长夫人，还有我们的议会的江秘书，还有各位议员，还有我们市政府的各级官员，还有我们所有今天即将等一下受到表扬的我们所有的妈妈们，还有在座的贵宾好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好。
如同刚才市长跟我们的议场代表所说的，其实母亲本来在家庭里面就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有时候我们在参与很多活动的时候，包括跟市长、跟议长、跟各位议员参与活动的时候，结婚致辞的时候，我们常常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祝福这一对夫妻恩恩爱爱，然后下一句话就是请他早生贵子。早生贵子不是男生生的，都是在座的妈妈生的。所以妈妈从结婚走入这个婚姻之后，她承担的第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早生贵子这件事情。那培育子女的过程当中，其实是非常辛苦的，把子女一点一滴的拉拔长大，在这过程当许多的酸甜苦辣，很多的爸爸说实话没那么认真，都是妈妈一个人承接下来的。那等到子女长大之后，我们很多妈妈又有侍奉公婆的压力存在，所以她几乎是蜡烛两头烧，非常的辛苦。那我们市政府今天举办了这样的一个表扬的活动，其实我觉得不见得是这个表扬而已，它其实也代表着我们对于家庭中最重要的支柱妈妈们给予你们最高的一个敬意跟感谢。那市议非常有高兴有这个机会来今天的活动参与，也祝福在座的好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谢谢。准备。